水分后花园，牛肉街的春天。里面内面就是已经停止使用的派出所，若要报案，就敲其他派出所的电话。边啊是历史建筑东山牛肉旗警察管理派出所修复工程，即马在进行中。隔壁的学校嘛已经停止招生啊，学校真大，校舍看到嘛阁做得那好，无好了运用着，实在是真可惜。学校内面有一个水分川甲牛肉街地名由来的介绍。伫学校的门口有一张做囡仔大张的墙啊。学校门口就是公车站啊，对面是牛肉街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内面整理甲足人啊清气，时常有人来遮拜拜。内面阁有附设一个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室。水分后花园，牛肉街的春天，春天来啊未？